嘴巴张开。啊。帮我调一下领带好不好？哇，好。哎，你继续吃啊，早餐继续吃。那好忙。这样子咬着吃很忙哎。就想你边吃边帮我调领带。啊，工具。好，掰过来就清唱啊！太突然，把这边当男模店哦。我没有听到，这是在干什么？男模会馆啊！啊，这是总公司，所以是男模。阿弥陀佛，尚如该你。哎，赞！我想选 Roy， 露露，露露，真的。果然台棒有足臭什么话、啊？这样，他这句不能这样用。江尚如 ，Action！ 露露，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嗯，帮我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然后十指紧扣，再把你的左手打开，然后。擒拿术哦，他怎样？好像被逮捕了。就这样，壁咚啊，壁咚，哇，就这样，这姿势也太扯了吧！到底壁咚？喂，这可以？这什么姿势啊？这位先生，就这样是？有人控告性骚扰？买，我以为是什么？哎，我被逮捕，好戒刑犯。喂，整个唱的，而且因为他太高了啦，有要送上你的爱心吗？嗯，不是，我以为是一个很长的戏子。我想要送上个手铐哎。OK， 有吗？有没有 feel？ 没有，没有。Sorry， 好 sorry。哎，弄成这样，弄那么久，有一点粗鲁了。你刚刚有一点被吓到了。哎，这女生都不欣赏这种吗？你不是喜欢那种直接霸道？对，你不是要选霸道？他很霸道哎。但刚刚看起来蛮。问题应该是出在女生的那个太久了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好，请坐。好，林雨，搞半天没人。林雨，林雨来，那我选云二好了。云二好来。好，你需要这个场景吗？云二，吃早餐了吗？还没。还没有。嗯。这边是我准备的早餐，给你吃。嘴巴张开。啊。帮我调一下领带好不好？哇，好。哎，你继续吃啊，早餐继续吃。那好忙。这样子咬着吃很忙哎。就想你边吃边帮我调领带。啊，工具。哦。这种的哦，在那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。哎呦，好难搞，进去了。哎呦，赢了。有没有？好像有。有 feel 哦，云二这么喜欢那种，刚好是你的 type， 好像可以耶，是可以耶。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淋雨做啦，因为一样事情，比如说孙生做就恶心了。对啊，我们来去看看呀，一样的。啊不，挑战高难度，下拉，下拉，融化他，他感觉脸很臭哎。对啊，把衣服晒脱啦，下拉，预备。下拉下来还在睡哦。下拉，这么晚了，午夜场饿吗？我好饱哦。该吃宵夜了。好。还是有点饿对吗？好一点点。我这里有吐司。好。嘴巴打开吃。我领带怎么歪掉啊？松松的，帮我绑一下领带。谢谢你。感谢你。对啊，他预设啦，他已经知道了，没有 surprise。对啊，他已经知道你要来，他然后你就，哎呀，而且你刚才就，好了，嘴巴打开，获得吐司一片，好，请坐。林雨看要不要给他，星星来了，要不要？哎呦，哎，真的是看人的，有用哎。哎，连露露也是 OK 的，可以四票，因为他就慢慢的哦，五票哎，哇，孙生这个非善之罪，因为他知道了，对啊，
像让他知道你要干嘛。他完全被预谋，预谋啊！上如意，是预谋犯罪啦！哎呦，好，再来看看女生这边，好吧？哦，好了，我也会有一个示范。我没想到我居然也有示范。好，你挑人吧。哎，我可以挑人哦。当然。OK， 等下我想想，我的示范是什么？小心不要跟他眼神对到。对，对到的话你会。露露有很多小鲜肉。哎，好啦。上乳还你一个，好来，老沙，忘记那老沙的，来呀，这个好好看哦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不能跑，没事。再。好，掰过来就清场啊！太突然，把这边当男模店哦。我没有听到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男模会馆啊啊，这是总公司，所以是男模。阿弥陀佛。对啊，哎，这也是一种猝不及防啊！不是上来说会一定会反射神经，会躲一下哦。笨蛋，你太躲了吧？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他很 real。好，有没有得分？女生直接。对啊，女生直接来，一般我们会怀疑是仙人跳。对，不是，因为这个女生的招数是说她过来了，你以为她要亲你了，但是她没有，她中间隔了一个指头，你会痒痒的说，哎，为什么要隔着？对，但我没有想到她的反应是 defense 层次，对，太主动会吓到。哦，对，应该会吓到。我还没有讲，你刚刚把人绑起来才会吓到。你不应该隔食指的。哦，对不对？食指可以吗？好，云二来该你。林雨轩，我写林雨。哦，哎呀，请享用。对了，请享用。哦，地面出产。哎 ，baby， 你的背后好像有个圈圈呢。啊？什么？后面？在我这里。什么东西？我会给，这个我会给。有啦，可爱啊，有可爱，有啦，来啦，好，一个，这我们也要给一个。哎，我觉得可爱，因为我觉得是他本身太可爱，这个对，可爱啦。女生做这动作，她变成就是说可爱。然后，因为她后面又小害羞，对，有没有完成那不重要，她就跟小钟在讲笑话一样，冷笑话不好笑，讲嘛，所以他们俩就站起来。